好，那为了也是他们，我们找过这个通透器插管，这个是帮忙插管，插完管就要接这个机器，要开机了，这个急救的，对对对，从外面看看。灰尘它就是只能就是氧气的流量会比较大嘛，甚至有各种，可能有时候你管子插了以后，就是帮助它呼吸的，这个长时间都要泡这个机器。机器的之前先吸过来，然后刚好头昏的。它已经低到就是我们机器会判定你的 auto supply 的那个。他这边做的是自己的，所以可能看你那个，其他的话就不怎么注意。测一下你的墙壁出来的压力是已经低于这个，它刚好在2.7左右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这种墙壁我们会希望出来大概是4.8。对对对，所以有可能那个太多了。对对对。头头，原来都是。